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薇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Worth It， 今天是我们的 Worth It 第四部分，是最后一节课了。上次呢，我们学到这里五、六、七、八位起身，这个时候侧面对观众。那么我们讲解的时候，先把身体正过来，右肩往上顶的时候踩左脚，右、左、右边 double 两次，然后再重复左、右。对，这个动作我们侧面来做的，是一次五六七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到这里的时候，七八，转一个头，从左边转到正面。对，接下来的动作呢，我们接着把它分解开来。先看下半身的动作，往下去做，正两下，同时踩左腿一，然后右腿再踩一次。对，加上手呢。踩左腿的时候，右手在前；踩右手的右腿的时候，左手在前，就是一个对称的动作。我们试一次，一、二。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现在我们的胳膊在前，右胳膊在后，然后两个胳膊反方向起转，转到上面，停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击腿。对，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动作，一、二。到这里的时候，先看左胳膊，它去往下画一圈半，停在上面。再看右胳膊，从后面开始往下找一圈半，停到上面。两个胳膊加起来就是这样，同时吸腿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反方向一样的，先踩右腿，跟刚才相反，同时左胳膊向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对，完全是反方向的动作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三个胸部的 wave， 用手在胸前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样，一、二，注意重拍再往里抠的这个动作。然后后两个呢，有两个小的，三、四，同时腿部呢去跟上。再来一次，来，对，接下来的动作我们在第一部分学过，但是现在从侧面去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再跳回正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那最后一拍的时候，从这里整个画一个大圆，跳回来。对，然后最后踏两步，配合那个音乐歌词 ，OK。整个舞蹈就结束了。那我们现在把第四部分的动作按照拍子来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最后结束动作。对，到这里呢 ，Worth It 就全部讲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She loves something.